周董近年来迷上打网球，也曾和周边新友如萧敬腾、刘畊宏等人尬过球技。他昨晚po文表示，自己最近迷上在网络找各种奇奇怪怪稀有的网球拍。如果各位球友有在网络上看到厉害的、没看过的、超级限量的，请po上主页@我，之后再删掉也行。到时候会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我没有看过的，选出来把演唱会门票送出去。他更幽默说，这篇发文没有经过公司同意。但我不管了，不管你在任何城市，演唱会门票送出去，看得出来我找球拍找到，快疯掉了吧。周董也特别说自己已经看过很多球拍，因此各种老式古董球拍不用再给他看，客制化的也不算。粉丝见状马上就有人热情投稿，结果都被周董打枪，更有人幽默的说要拿家里的电蚊拍来报名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